说到20年的歌手半桌阿杰冯伟杰，多年来是投身社会公益，这一次是携手多位的人气歌手要共同举办公益演唱会，即将在11月25号的时候在高雄登场。主办单位表示呢，这一次的盈余将会捐给在地的社福机构，希望可以邀请企业还有民众一起献爱心。优美的乐声围绕在整个空间。出道20多年的歌手半桌阿杰冯伟杰从高雄起家，这回特别携手热门节目中的人气歌手，包含许志豪、吴声梅以及翁越君等人，举办公益演唱会。因为我都一直在做公益，那很谢谢我们制作单位能够邀请我跟我们所有优秀的红人榜的团队艺人，要在11月25号要帮助弱势团体。这场演唱会不只有歌迷最喜爱的经典情歌动感唱跳，甚至会结合传统戏曲，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演唱会售票所得也将捐赠给高雄市在地的2间社福机构，用实际行动帮助弱势团体渡过难关。用我们最温暖的歌声，在这边呼吁我们全国的企业、我们的大老板，大家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集结多位人气歌手的演唱会即将在11月25号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主办单位也邀请企业行号与歌迷共襄盛举，让观众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也能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心力。记者宋可报道。